我是小坤，今天呢，小坤的欧布奥特曼又是回到了村庄里面玩啊。哎，走吧，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吧。最近呢，这个村庄里面也是比较安静啊，没有什么人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走，去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这里怎么躺着一个奥特曼呢？来，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啊。哇塞，不是吧，这个不是迪迦吗？你看这个迪迦奥特曼的身体呢，为什么变成了绿色呢？看到没，他的身体变成绿色以后呢，躺在地上睡着了，对不对？那旁边呢还有一堆这个红苹果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个迪迦奥特曼吃了旁边的这个苹果啊，可能是中毒了，对不对？来敲开看一下，你看这个苹果一敲的话，它里面的这个颜色啊，五颜六色的，是不是？我用这个枪来看一下啊，这苹果好像都打不烂的吧？看到没有？打不破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打出的是别的颜色，好吧，肯定是中毒了。这完蛋了，我们的迪迦中毒了，兄弟们，我得来救一下他了啊！哎，我知道了，我这边呢不是有一个红宝石吗？我看一下用这个红宝石能不能把它给救出来啊！3、2、1，好，总算是把它给救起来了啊！哇，看来呢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跟这个迪迦奥特曼学习啊。那当我们看见在外面看见有吃的时候呢，不是自己的最好就别去吃啊，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